齐苍，你怎么？这是砸了就砸了，砸了是为你好。要是他老人家出来，看到你送的这些垃圾，给人家气出个好歹，你能负责？你就不怕他老人家出来知晓一切，承担不起后果吗？他老人家只会感谢我，帮他处理掉这些垃圾。倒是你好好想一想，一会儿怎么道歉求饶？都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祝七老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满脸不高兴。季老，三爷之所以生气，是因为有人送了假酒，假的白玉手串作为贺礼，有意折辱于你。假酒，假白玉手串。嗯。爸，您这是干嘛呀？这都是垃圾呀，季老。这垃圾酒万一有毒呢？哎，我这去帮您倒了。都闭嘴！哎，爸，您这干嘛？你快吐了！别吵，